这起交通事故呢，事故当事人由于孩子生病，这个家里老人呢，电话通知他，让他尽快回家。这个在回家的这个途中呢，这个走得比较急，然后闯红灯造成了交通事故。那一发当事人这个农用摩托车从非机动车道这个强行超车，虽然这个途经这个停车线时已经变成绿灯了，由于行驶速度过快，在这个北大市发生这个车祸。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